我们在这儿闹了娘娘好久，酒也喝了，书也看了，便告辞了。你酿的酒啊，能否请我饮一杯？幸何如之？像《齐民要术》《黄帝内经》这样的书，对百姓而言，比《论语》《诗经》还要有用。以后要多做刊印。去年我便让三司拨款翻印了一些医书。臣妾知道。镇里人翻印医书，你怎知道？臣妾只是碰巧听哥哥说了而已。不止医书，以后建筑武器都要成书，譬如。城建宫殿那些材料最好便有个计划预算，不至于有的短缺延误工期，有的又备多了白白浪费。哎，丹叔，没想到你也懂些机械，还颇熟悉农耕，想来也是随父兄去过不少地方吧。丹叔可是要歇息了。官家怕也是累了，今日外头风大，我让环儿给官家拿一盏防风的灯来。是，朕还有些札子要看。
管家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料子差人去跟我说，管家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，连他都不让陪着，他担心是不是他伺候的不周。阿泽，你说皇后心里是不是还在恼恨大婚夜里我？我作为贤后，她该宽宏大量，无论管家做什么都不该记恨。不过臣想皇后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我方才在他那儿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晚上，到了晚上，姑娘，今日官家并不想走的，姑娘喜欢官家，为何反而让他走啊？